鸡蛋什么都可以，找到这个地方上的超商，就是有鸡的就可以了。地方上最大的鸡什么都可以，我们进去找嘛。哎呦，鸡哎，这个不能，不是要现吃是吗？那都当然啊，那个生的怎么吃？啊，吃。哎，啊，你真厉害，鸡脚冻有没有看到？鸡脚冻，冻就是代表冷的啦。所以咱们就吃我们的鸡脚冻，里面还有调味料。好，好吧，到外面去 enjoy 来。嘿嘿，来打包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哎，老板娘，你自己整理这个店对不对？对呀。哦，弄得真的一尘不染。哦。有没有看到，生意拿背后都是像鸭呢？人家做生意工工整整，你看，哎，地板你看，嘿，哎，这么干净，舌头舔还不脏，有没有？小可刷刷。没有给钱啊！哎呀，我已经蹲在地上引开了注意力，你才讲出来。你看谁啦？三角龙。没有给钱呐，说谢谢。来，坐这里。哎，这个。你。情侣牙座了。想到这个十块竟然可以载得动这一坨，可以坐坐看。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玩这个东西，我的天哪！你没有童年呐！跟飞飞机一样。鸡脚冻还是要吃的，还是要吃啊？当然啊！你不吃。哎呀，这掌控是不是有瓦度了？十块摇太久了，还蛮好吃的呀。当然蛮好吃的。对啊。你多久没做过这个？好久了。对呀，带女朋友去玩这种游乐玩具，很容易就谈恋爱。我没想到它可以动得起来耶。开玩笑，所以对自己有信心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走了。我笑不完。走啊！我看你再玩一会儿好了。听说这个米角在这个国小里面。嗯。对啊。好。啊，操场那边好多人，我们去那边看看好。好，走。对啊，去拿米角，哇！每次来到学校都很恐怖。我每次只要到学校拿米角，不是跟他们赛跑，不然就玩扯铃啊。反正哇，小学生每一个都很厉害。哎，你好，这一位看就知道是校长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校长，啊，是主任，马上就升校长了，对不对？经过这一局播出之后，对。哎呦，校长来了，哎呀，校长你好，他是王俊宇，对，王俊宇，你好，哇，校长你好，哇，今天有荣幸来到贵校这样子，对，这贵校听说是在我们这个竹山啊。这算是最好的一所这个小学了，对啊。那听说今天我们要来这里拿米角，对不对？欢迎跟我们两个小朋友来比赛，如果赢的话，米角就给你们。这样子是不是？哇，那跟这个小朋友来竞赛一下，好吧，校长，那我们就先去忙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2003年第一届滚铁圈奥林匹克大赛准备开始。由我跟王静怡以及两位竹山的同学叫什么名字？蔡孝全哦，蔡孝全，我还蔡树全呢，蔡孝全，我还蔡九全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林宗佑，蔡九全，蔡孝全啊，长得像吴孟达哦。不要听他们乱讲，不像，你比较帅。对，哎呀，对，怎么会像吴孟达他们乱讲？诸葛亮，好，准备哦。啊，滚到哪里？哦，先滚到就赢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啊，你不能赢我，你赢我就没有办法拿米角。比赛，好，来，准备。
好好好，我的铁锨在这里。哎，静颖呢？哎，太丑了。你怎么在那边？很快啊。啊，对啊，很快。我刚刚好快哦，你没看到我吗？我看到你了。对啊。可是我跟不上啊。我完全可以快到那个铁圈都看不到这样。真的？你看有多快这样？我们赢了吗？哎，算赢。对对对。太好了，输了比赛，但是我们赢得了友谊，这样。哦，对啊，问一下吴孟达就知道。来，你刚刚不是说要让他吗？声音，你赢，真的吗？对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赢了，真的哈。好了，两位表现得很好，很好是。但虽然失败啊，但虽败犹荣。哦，虽败犹荣，虽败犹荣这样子，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米角是什么？我给你们没有关系。洞顶乌龙茶哦，比较是洞顶乌龙茶。OK， 洞顶乌龙茶，这个到处都有。对啊，我一路上都看到那个茶。对对对对对，有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先出发了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无论谢谢。欢迎你们以后常来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漂亮哦！好亮，靓女。对啊。靓女跟靓仔。没错。哪有自夸的？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。那个，我们一下来就是没有正题，已经喝醉了。鸡脚冻，这里有没有鸡脚冻？只有鸡翅冻。鸡翅冻。鸡翅冻。好，我们就尝尝那鸡翅，是你们的招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你。你别老盯着人家看，人家都不好意思了。这个就是鸡翅冻，然后再来我们就去喝洞顶乌龙茶。还要喝茶？对，我们就可以去敲锣了。哦，好。它这里是冰的吗？嗯。嘿嘿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哎，我们最后一道。啊，就在这里了。刚经过的是什么？茶园洞顶乌龙茶。哒哒哒哒哒哒 ，Tomato coming 来喽！下车。洞顶乌龙茶，太好了。哎，啊，老板是哪一个？这位啊。啊，你好，我头家头。哎，啊，我们找一个洞顶乌龙茶，正当顶的哦。哎，为什么叫洞顶乌龙茶？因为那个它那个山上哈。我知道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知道，走路的时候要这样，它挡着，要上，所以它要叫洞顶，是吗？叫挡着，所以叫当顶，啊，当顶反正都有的。哦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走在那个茶田里面，然后脚很冷，挡着嘞，就是当顶啊，那的对吧？哦，所以安内哦，哎呀，厉害了，哎，那带我们去看一下制茶的过程，好不好？顺便请我们喝杯。没想我特来到了，茶一杯，厉害了，哦，茶香，好香哦，哦，这边，都是刚做好的，哦，就是和尚，啊，这些东西啊，啊，天哪，哎，这个就是我们在家里就买来泡这个茶，乌龙茶，啊，好香，哇，哦，真好闻呢。哇，中国人这个喝茶实在太厉害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这个是5000年历史啊！继续喝茶5000年，谢谢。洞顶乌龙茶，这个要分两次喝。第一口小口的感觉味道，哎，对，要，好不好？嗯，要那个空气跟它。一起鼻子嗅觉跟没有，空气要进来，因为这样才能把那个温度降低。你听这个声音，这样喝就不烫了。对，哎，试试看，还是烫啊？啊，这没有学好，真是。这个大概是，一斤大概是。可能700多，差不多，准哈？有没有看到观众朋友？这没有套过的，没有套过了。不知道价钱多少？我连
我闻味道就知道了。但是我有喝过那种一斤一万多的，一万多一斤哦。闻起来是怎样？喝起来跟这个喝起来是一模一样，因为那个因为那个人买贵啦。他算是那个，他算是凯子他爹了。我就是那个凯子，是我爸爸买的，一斤一万多。你有听过兄弟茶这种东西？不买他拿喷子要喷你啊！真的啦，拿到家里啊，大啊，我都在招了啊。几万块啊！后来那个兄弟一走了，我妈妈就唱一首歌，几万块，几万块，为了几万块啦！拍谁拍谁？林德林德林德来了！哇，好多香菇！对啊，这都是香菇吗？对啊。好多哎，其实香菇是那种菌种的一种，对不对？就是其实是发霉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就是那种木头啊，木材。哎。所以现在都是这种养在这种啊，这好像那种有机土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，这个就是哇，香菇，哇，这好像这样。哎喂，哦，对不起，见到你。哎，你好，你很真高兴能见到你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香菇，高兴能见到你。这是巴西蘑菇，巴西蘑菇，对，它可以抗癌。抗癌是？是。我现在都用这种有机的这种，对啊，有机栽培。这样，哎，有机栽培就是不加农药跟化学肥料。哇，好可爱哦。对啊，这不可能一把就掉了哈。可以，它可以现采现采，这样采就可以吗？对对。啊，嗯，小心，你干嘛那么紧张？我把它采下来了，这样会不会怎样？没关系哈。不会，这样子它是最新鲜的。但是这个香菇一拔下来的时候，要赶快拿进去。是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外面一直在下雨。对，赶快拿进去。对对，这样啊，这里就好，这里就好。哎，对，啊今晚边了。像我们到那个冷冻库里面去做保鲜，处理加工，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到市场去，还可以做生鲜炸香菇，啊，这样子吗？对，很好吃。因为我们刚刚吃的鱼，那个去那个竹艺店鱼香那个花生，鱼香花生，对啊，啊，您叫什么名？生吃香菇，来生吃香菇，什么东西？那个这样不能可以做那个柜，过年的时候哦，做柜，菜头柜、昂菇柜，啊，你怎么做香菇柜？哎呦，真的吗？哇，还不错哦，生鲜香菇柜哦，是，真的吗？是，啊，这样吃不可以，会中毒，对不对？要经过处理，处理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好，对，那带我们去吃柜吧，好不好？到我家。哇，好丰盛哦。对啊，哦，那做干脆切超呢，老板娘这么多呢。哎，过年时候。妈妈做的是香菇桂，吃的会很棒哦。还有一个常年富贵，对，然后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。对，哎，全部都是香菇类的制品，香菇的大餐这样子哦，香菇大餐，而且哇，这锅里面是什么？是药膳。药膳哈，哇，所以也是有香菇哇，就桃绿香菇桂，好吃哦。好吃，奶糖的哦，好吃，我讲，这调味料也是自己做的，酱料是自己弄的，难怪这么好吃，哇，你看那边好像仙境了，好漂亮，仙境，对呀，像不像？就那么一栋房子，两栋房子这样感觉，我有去给人家催眠，然后梦中就是这样，他说我的以前是一个神。所以我可以腾云驾雾。哦，对啊，我还跟土地公在下棋。真的？那是一个感觉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来来，夏老师，这个南投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因为我助理就住在这里。然后他在台北，助理住在我家里。那不错啊。你应该这么对人家好啊。来来来，这个洞顶乌龙茶最后一道了，这是安老李。这个头等二，它的两万块，两万多，一斤还是一斤啊，安尼等，半斤，安尼半斤哦，这是半斤啊，半斤等于八两嘛，哎，被偷一瓶了，你们已经在泡了，那可以给我们来两杯吗？啊，这是什么味？茶梅，茶梅就再去烧嘛。
就是茶做的是吧？不知道，梅子爱用那个茶叶哈、要去熏、啊。真的吗？啊，这个茶瓜。哦，茶。这用没有，就是南瓜子嘛，是吧？南瓜子啊，炒茶叶。对啊。好香啊！我再拿一个。好棒、啊！我来这么久，第一次跑到这种地方来玩，好开心哦。真的哈、哦。好开心。下次还要来哈、哦。当然要来。下次你就跟 NONO 跟我不要跟你，干嘛跟我？他们两个很好的。我不认识他们，不熟了。快拍吧，不要让他们知道，他们生气了。把这一段剪掉，对不对？对 对, 對。当预告。我们都离节目远了。不行了。而且他会剪掉，我不认识他们，我不认识他们，我不认识他们，这样。你知道台湾会这样吗？我知道。你摔倒，他会给你。上次胡子，我这一转身，那个水袖啪。其实我只打了他一下，我就想，哎，他为什么打了四五下？他就说，哦，他故意的，把那个啪啪啪打下去。只是谁知道啊？飞哥。他不会看吧？会啊，他有在看我节目。哎，现在可以喝了，对不对？想不到我突然到了。茶一杯，唱错了。茶一杯，喝吧。好，喝完这杯再说吧。干了吧。哎呦，好好喝。嗯。好香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有没有看到今天？哎呀，这个满山遍谷都是茶园。哎呀，不过但是我们要到市区里面才能敲到锣了。叫了，来，一二三，走，这里啦，跑到哪里？来，敲锣敲锣，哎呀，恭喜啦，错爱对不对？爱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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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要唱两句我听听看？好啊，今天冠军有资格唱的歌，好不好？来，爱错，爱错，我们是冠军呐、啊。对对对对。还有什么理由？还有什么借口要我否认你的错？除了你的沉默，除了你的曾经说过要一直爱我呀、yeah. 哎呀好哎哎不错，可能你每一张唱片都卖得很好，让我们一起敲锣好不好？来一二三，真的成功了，上台上台，嘿嘿，这个不用带去，我们终于可以去玩了哎呦，真是见鬼了！宪哥有了大美女李心洁在旁加油，简直是有如神助般。在天刮到一个爆的状况下，宪哥依旧奋勇下海，不仅赢得了在座掌声，更赢得了李心洁相吻一个。宪哥，你真的是爆喜喽！反观康康与夏老师，两人在几杯黄汤下肚之后，康康实力出招，但夏老师依旧是状况外，真是令人发噱哟！更精彩爆笑的狮子路口，咱们下周见喽！